感受一下这个很完美的舞台。厉害的，好甜的，好奶哦。经过与两位主理人的讨论，明天这一次不能登上第一次汇报舞台的。我觉得很好，因为在此我们有既定的成员嘛，但是现在看不出来是谁。看不出来。对，所以我觉得不错。哇，难得得到你这么高的评价。那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是明天上不了舞台的？哦，我觉得没有，这个没有，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队形还有所有的这个舞台都看不出来这个不好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我觉得他们队形排得很好，而且这个要人多一点比较好看。我觉得可以都上台，我觉得。其实他们其实挺难得的是，我觉得像娇妮是该突出的人，其实还是很亮眼，对吧？可是他们又没有刻意在抢戏，他们又彼此又非常和谐。对，我觉得我每个人都有看到。嗯哼，我是全过。哦，那我就假装严肃一点，对，沮丧，我们大家都装得很沮丧的样子，好吧？对，毕竟我们就感觉讨论了很久，就很苦恼。这一次不能登上第一次汇报舞台的，没有。刚刚程超说了吗？这个，我觉得你们可以轻松一点，是可以有，现在可严肃吗？有一点这个。Relax a little, it's gonna be so good. Just a little relax. Okay. 谢谢。谢谢。加油。很遗憾，不能登上第一次汇报演出舞台的是，没有。李佳恩，我想一下，他们一起跳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出来是这个坏哦，不是坏的，没有特别的，特别不好。OK。那个律师进步很多的，对，他 OK 啊，他的表现他很好，他很好的，对。大力还是很适合做队长的，对。很有这种给他们 power 的这种。然后他的这个气氛很 positive。李爱笑怎么说呢？我感觉他是软的。他大的问题是，是一个 crew 的舞蹈吗？但是现在他的牌子还有这个队形有一点，他也自己不确认是对不对的感觉，还不够熟练，让观众人看的时候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因为他经常错动作。对，团体的话有一个人是对不好的话，你的眼神一直看这个人，我就会一直看到他，这是很大的问题。对。因为刚刚还是李爱笑一直错这个，就一直在看他。对，因为有很多这个。那为了吸引的目光，应该调不好一点。我是觉得吴安琪，就是他没有很明显的进步，他很像 solo， 对，就他不像跳起舞。然后他有很多次是没跟大家在一起 bump into each other，律动不对，律动不对。好，又来了。我不适合这样的东西。你适合，你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了不起的舞者李永新 Ten， 也是王牌主理人。王牌主理人李永新。我希望今天你们可以看我们的厉害的 crew， 然后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很完美的舞台。厉害的，好甜的，好奶哦。我想说，是一开始李晨在你在中间做这个表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开始你有这个表情的话，让所有的人 like concentrate on you, and I think you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ginning. 谢谢老师，是重要的一个 role。其实最开始我是很心虚的，因为那会儿还没有找到大家说的那种 swag 的态度嘛。然后大宇老师说，你第一步就是要记住把你的梨窝给我藏住了，怎么笑都不能把你的梨窝给我笑出来。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我从内心觉得我很相信这个东西，我的态度就在那儿。我觉得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swag 的意义在，所以我觉得我的笑和我的礼物就是我的态度。他感觉到这个 swag 的意思了，因为可以看几个成员有一点装 swag， 但是他我觉得他可以是 this is my swag， 这个是我的 swag， 因为 swag 的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我觉得是他在这大力后面的两个人的时候没问题，但是他在这个前面的时候他有一点这个表情又没有了。对，太 poker face 了。我觉得是这个组好的是音乐服装，然后 performance 是好的，但是看这个舞跳舞的时候很有一点水准不太一致。不一样，所以可能你们两位要麻烦多费点心。OK， 这里谁是队长呢？我徽州。领舞的时候，他的一个 role 很重要的，因为他的表情管理真的很好，一直笑，然后让我感到这个 very happy 的一个很可爱的感觉，让观众们很开心。让你们的舞台的时候，啥事？但是动作很简单，你可以做这个 keep 干净的话可以看得更好，但是现在在舞台上的时候很逗哦，连这个也做不到。我看他们都回来的舞台的时候，感觉到看一个电影里面的画面，所以很有意思。每一个动作他们有这个细节有故事吗？所以不像在这个 competition 上是一个表演，是完全是一个他们的 performance 上，一点也没有这个紧张感，所以我觉得很好。谢谢。我们就原地做一下我们的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就是咚咚咚咚，就做手就，但是重点是眼神，眼神要有戏，就侧身就好，侧身，上左上左。是他们比较很 enjoy 自己的表演，所以让我哇，我也 enjoy 你们的表演。Barbie， 啊，好可爱，他好像是小朋友，你知道吗？小朋友，他会这样，对，还弄不好意思。昨天是排练的时候，你的脸上都是这个担心的，但是今天你跳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放松的表情，然后觉得自己一点点有自信吗？今天，因为我是 old school 舞者，然后我记动作比较难，然后前期的担忧可能主要是，动作方面记不住。然后今天其实也是用了很多，就是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放到这首歌里了。OK， 更有进步了。谢谢老师。然后吕雪，因为本来我们是考试的时候你是待定的成员对吗？但是今天一点也看不出来，我觉得你的进步得很高，然后你的表情也是很专业，所以很喜欢。然后练习的时候会有什么困难的过程吗？我们开始摇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进音乐了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因为我们作为舞者来说我们是用身体来讲述故事的，所以我们在摇摆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大家就已经在聆听观看我们的故事了，就是这样。
哦。但是你讲话真快啊！你要不要问一下老赞多跟 Ten 有没有听清楚？你可以说再说一遍吗？太怪了！啊，大概意思就是 We dance good, you can see it. 啊，OK, We dance good, 我了解了，听懂了，谢谢。好像我看清这个 rap 的表演一样。我觉得今天的问题是，他们有很多这个正式的成员嘛，然后正式的成员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刚刚我们在舞台上看他们这个历练都是不一样的 ，technique 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出拍的 technique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看起来他们跳舞都是。不整齐，都是对不整齐的感觉。我觉得是他没有一个人来定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要一个人来。Like who is the one we gonna copy？ 要 copy 他的感觉和动作嘛？对。今天我能看到他们的心是在一起，这个表达这个舞台，所以我很满意的今天。我觉得你们的表演是，所以我是第一个，我最喜欢你的表演今天。时装这个化妆宣布的好像有这个 luxurious 的感觉，这高级的感觉。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表情都是很一样的，有一点点有这个 chicken like goosebump， 这个什么 goosebump 什么东西 goosebump 他老想让我翻译，老跟我说英文塔克赛鸡皮疙瘩，这个是有鸡皮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对 ，OK。像是王木兰吗？还有王旭英是待定的成员本来，但是今天我觉得你们进步的很多。然后王木兰，我们下次放你在待定的队员，因为你这个舞风格是对你很适合，但是你。有一点没有这个卡点，然后力量，但是今天我觉得你进步的很多，加油，辛苦了很多啊。我觉得国风组还有这个 urban， 这个专业的成员都是很多的，但是 I'm very impressed， 这个国风组是他让这个刘娇妮是当这个人，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做一样的。这个手 like angle 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 yeah 我觉得是好的，我觉得他 teamwork 是很好的。对，因为今天他们在现场也有说啊，有一段很中国舞什么地方，其实就是王芳芹会去做。对，今天让我 surprise 是杨世宇宇吗？因为本来你的风格是拉丁吗？对，我本来是那种对但是今天我看你在舞台上跳 hip hop 的时候，我觉得哦，他是谁？我看过他吗？但是，对，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然后他的表情管理是很好的。谢谢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我心中的第二名，不是你心中的，你觉得。也就是他心中的第二名嘛，是不是？也是。觉得你是 OK， 你觉得我觉得你猜一猜，我猜一猜，蛮好的啊，哇！好的，我是国风组啊。大力不开心了，大力不开心了。大力下次咱跳国风，我下次跳国风了，下次。